嘟嘟嘟嘟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繼續足球卡啊！今次個封面我哋已經見過幾次，所以唔講啦。好，我哋今次係講兩張個龍門卡，又係有唔同顏色嘅。經過我哋研究完，發覺係顏色係代表咩咧？係代表杯賽，唔同嘅杯賽啊，歐聯杯。你想講咗邊張先啊？咁就講少講啲嘅羅馬先啦。之前都有開過巴塞的，好，羅馬盧比斯，盧比斯呢就5 million 身價，平嘢，出過得兩場啫。咁應該另外張都唔會係咁平啦，即係睇球隊都知啦。巴塞喎、啊，睇埋邊一個啦，不如。係啊。會唔會綠色衫啊？會綠色。如果綠色衫，你送俾我啦，張卡。綠色帽啊，送俾你。哦，係啊，係達斯特根啊，出名嘅球員。唔使講啦，而家我拎走。點解咧？綠色？依、這個唔係綠色啊嘛？依、這個綠色咩？你同我哋個背景一樣色喎，唔係綠色係咩色？係喎，但係咁樣就叫綠色，有啲藍藍地。藍藍綠綠。馬騮衣服。好，繼續講啦。好，達斯特根，德國強門將啊，就出咗52場，入咗0球，防守有成89嘅分數嘅，攻擊有3分。咁最強咧就係 Mifes， 反應係有88嘅，好高反應度啊 ，one on one， 單對單都有87分，接波87。個技術都有87嘅，好，我哋下邊再見啦。講得咁快脆，你而家收尾收得咁快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